来了是吗？嗯，就一个人啊？喂，真不怕死哈？走吧。走。走。你这人你怎么还走到道上呢？就你慢一点，那么多人。我说了一丈成名了吗？一丈成名了，你别怂行不行？这谁怂了啊？你一丈成名不是我一丈成名。你别废话了，赶紧撤！你看，这人是不是有点眼熟啊？谁呀？光子。 谁？老病鬼刘子光，不可能，不死了吗？是死了，那你看看，像不像？这个皮带也不错嘛。是是是，算一算。不是那打不打？保安。打个屁呀！万一真是光子呢？你连光子都打？你确定就是光子吗？我不确定啊。你不确定，那怎么办？报警。啊？先报警。 今天要。喂，小赵，我跟韩队在外面呢。啊？聚众池械斗殴，我们马上赶过去。什么事儿？去驰骋花园，那里聚众械斗殴。啊！ 刘子光，你小子又闹事是不是？警察同志，你好，你好，你们总算来了。啊，介绍一下，我是志诚保安队的队长。这小子叫刘子光，经常聚众闹事啊。你看看他，今天都恶意伤害我们的业主。对于这种害群之马，我建议你们马上将他绳之以法。刘子光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是他们打我的。他们打你，他们打你，他们都怕啥？就你一个站长，明明是你打他们。 不要这么早下结论，白队长是吧？啊，对，我是。你们这儿有监控吗？啊，我们这监控全着呢，我带你去监控室。走，走，杨总，咱们去看看监控。好，把他们几个先控制住。 虽然是一帮人打他吧，但这小子下手也太狠，我建议一定要对他严肃处理。这个刘子光到底什么人呢？早说，这人肯定有问题。不管怎么样，也是他们群殴刘子光。这样，杨总，你把这些打架斗殴的人带到所里审一遍。 吴龙，你带他去做一个伤情鉴定。好。杨总，把这些人带回去好好审一审，看看谁是主谋。
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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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带我来干嘛？带你做一个伤情鉴定，这属于正规程序。我没事。是得鉴定完才知道。我们需要根据鉴定的结果，来对行凶者进行相应的处理，请你理解配合。我刚才已经给他仔细检查过了，他的刀伤、枪伤都是一些老伤，剩下的皮外伤没什么关系。医生，你确定他没有内出血、骨折之类的吗？您看，我刚才跟您说了，我已经仔细检查了，您怎么不相信我？不是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麻烦您再给他做个全身 CT 行吗？行，我给您开单子啊。谢谢。什么是全身 CT 啊？给你照相。那我还得要脱衣服吗？你很想脱衣服吗？不是，他叫我脱的。我不知道。我赶时间要上班了。先躺下。躺下干嘛？拍照片啊。你给我老实待着啊，要不然对你不客气。我在外面等你。你头疼吗？哎，问你呢，头疼吗？疼。医生，他是不是脑子有什么问题啊？他的海马体有些异常。海马体是什么？就是这一块，它是人脑中负责记忆和学习的部分。你最近头部是不是受过伤啊？海马体的异常或者是受损，会容易导致失忆的症状。小白也刚刚查过了，确实因为昏迷被送到了西海银滩医院，医生的诊断是轻微脑震荡，也不排除有创伤性失忆的可能。哎，对了，他的骨骼肌含量也远远高于常人。什么意思？骨骼肌就是简单来说就是附着在骨骼上的肌肉组织，长期高强度的训练就会使骨骼肌含量很高。比方说这个职业拳击手，他们的抗打击能力都会大大的提高。长期训